你愿意嫁给我，成为我的王妃吗？ 这是你所说的求婚，我的准王妃，你可还满意？我没想到你真的会跟我求婚。你所提的要求，本王都会尽力满足，除了放你离开。奇葩，本王都知道，你从第一天来到画兽开始， 就充满着恐惧和不安，我现在也不奢求你能马上与我心意相通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们从头开始，正式认识。来，我奎木狼这辈子除了父王，没有跪过任何人，但是我愿意尊重你大夏的礼节。奇葩， 你愿意嫁给我，成为我的王妃吗？我愿意。 我愿意。